目前利奇马台风还在持续的影响台湾，可是这两天台风天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就是桃园市长这个郑文灿呢，这个大家长会不在家，他访问日本去了。那当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他还是有越洋同步掌控，好，但是问题是如果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呢，他不要出国了啦，他也可以说我一切呢都在我的遥控范围啦，就算在高雄也都不行，对，这样子，对啊，也都不行，哎，是不是国庆兄？咱台湾哦，只要来看小劲敌，永远拢两种标准啦。好，今天如果真的是换成韩市长，你够国海威啊！我不跟你骗啦，他回国那一天哦，机场就会有人迎接他了。哦，一定会。市长下台，韩国瑜下台，叫他下台了啦。所以讲，今老看小劲敌拢有几种掌控，连气象局都受到政治的影响。嗯，安怎讲？啊，劲敌就这种修分，这种对联嘛。哦，给他去。气象台他们是用专业的角度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组织在做气象的报道，但是刚才因为压力我当，过去就曾经发现了，报告轻描淡写，好，其实它不是很大啊，因为后来的关系影响种种因素，哇，做水，大家就开始买气象局啊，一定没啊，每个气象局吼，每个吼，哎，内部检讨，立法院也叫马叫来没报告啊，报告。啊，结果咧，即摆气象局大家巧啊嘛，播报员一定会，甲报较严重咧，报较严重诶吼，啊，大家就较紧张，就较注意，吼，啊，报严重诶话，结果无啥要紧，无啥要紧，大家拢会接受嘛，可以接受嘛。最可怕的是说，他轻描淡写，没有播得很严重，无危言耸听，结果因外在因素影响变大，较严重，啊，结果即摆你若甲报哦，当嘞，哦，无代志，大家讲，好加载，好加载。我们气象局再补一个说，后面这个台风因为受到外流环境什么影响，所以它减慢了速度，减慢了它的威力，所以没事了，哦，皆大欢喜。那刚才有一位 call in 的朋友说啊，台风假我们损失了多少？当然，因为这个会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竞争力。你若专台湾拢休一天的话，咱别个国家有咧竞争，有咧做，咱无做会差足多。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现在生活的很苦，而且是非常苦。如果来当几个台风假，很小确幸，没事，大家唱唱歌。逛逛百货公司也是促进经济的一种啊，对吧？你嘛是去百货公司开钱啊，伊也去看电影啊，伊也去 KTV 唱歌啊，那不是经济也在促进吗？那总比你政府拿钱去补助南向的这些外籍观光客来台湾开钱开咱的，因来佚佗开咱的钱，咱拢愿意，要让来开咱的钱佚佗。啊，咱袂当一天啊，哦，啊，或者小老百姓讲啊，因为台风哦还好没灾情，哦，我们可以赚到一天啊，可以去消费，啊，开个贴钱呢，是开个贴钱呢，那这样你也有话讲，所以讲这台湾已经只要是任何问题牵涉政治，拢无一个是非。今仔日我简单讲嘛，韩国瑜迄天公司中几个钟头，我看电视台啦，除了中天。以外，前面是大台改每每个狗血淋头，后面再加一个问号，待完基本上只要被每人都加个问号就好了，你是不是畜生？再加一个问号，我没说你是畜生，因为我有加问号，待完已经变个安呢，所以讲咱待完你这样你对这样你乱吼，这种地震之下，大家要好好去检讨，选民上重要。我们选民，你的一票可以改变你的生活，你的一票，你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样充满仇恨。我昨天在做直播，你刚才他1450连公益拍卖都不休息呢。我刚做直播嘛，你要搞到生，我连抓工抓骂，为什么要酸你啊？我昨天抓狂，我第一次哈，三字经、五字经、七字经哦，一连贯性的，大家个杂工林国庆才搞车，很整卡囡啊嘛，很整卡囡啊，一炸好小朋友的时候哈，要开口之前会先三个字、五个字问好一下，哎，再讲，那个是话语的一种延伸，哎啦，对哇，发语词，对，助语词啦，助语词。刚刚另外整卡人讲。阿美西亚，他不是叫他去死嘞，他的意思是很亲切的说，哇，关心，你还在，啊，让他感觉，阿美西亚是关心嘛，啊，你可以回他一句，
我会等你，跟你聊，因为我较感气啊。你看这么幽默的一种回答回应，昨天我很开心，很感谢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。昨天我们感受一个温暖的夜。我昨天啊，因为小林村那个诉讼会啊，裁判会，对，哦，阿国长直播义务拍卖，昨天拍卖了160万，我全数捐给高雄市政，是转交给这些。受害者让他们做诉讼会，啊，我个人再捐了8万，总共168万。嗯，我还感谢电视前所有线顶的好朋友，感谢您的善心、您的爱心，让咱台湾处处充满爱。那我们希望哦，不要每一件事情都用政治角度来被人家影响，来我们牵引，来我们利用，变成工具，这样不是台湾之福。好。